这里，这样。就是你以这一个来分，然后洗大概上颜料上盖大概八分满，就上下各留一分，然后往这边洗，然后这个往这边带下来，然后这一条线要记得画眉影，嘿，这一条线要记得要把它洗掉哦，不能太明显，谁的？好，三，好，谢谢，这样把它带下来，就是它有一点点鼻影。然后这边一样，我们上这以这一个为准，上八分满，上八分满，前后各留一分了，然后往这边洗，洗过来，然后这边往这边洗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它是亮的，嗯。所以我们只会带到这里，那如果这里有上到颜料没关系，我们把它吸掉就好，嗯，好，然后换这边，这边一样，这样八分满，然后往下洗，洗下来，带下，带一点点下，然后这个往上带，上带，记得这一条要把它吸掉，不然它就会有自己会有一条痕迹在那里。然后这边带一点点下来，一样有鼻影，这里一样，上下上八分啊。我通常不会上一遍啊，我会上两遍，所以我一开始调的时候我不会调太深。那你们可以在四画纸上面嘛。试一下颜色，等它干以后看一下颜色，然后这里再来换这里，这里有的人是洗，有的老师是洗圆，就是上酱圆，他觉得眼珠的那个就是我们眼珠滚动的地方是圆，那有的是上平的，就是上平的，就是看你们自己觉得你们想怎么上，然后这个把它洗开。那一样，这一条是亮的哦。哪一条？中间这一条，就是这一个，嘿，是亮的。所以不要洗过去，对不对？对对。然后这边一样是圆圈圈的方式。等一下，这边我用另外一个方，就是不是上圆的，然后你们自己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上酱？啊，我自己上，其实我都不是上，我是整个上吧，这样，小针还有一点点喷漆，然后这边我自己上的时候，我是直接上这样子，直接上完，对，然后往中间洗。洗掉，然后再往这边洗，洗掉，然后这边一样，这里，往这边洗过来，来这边这样带开，把它洗过来。